大家好，我是运维部的汪宁啊。我组织了一次腾讯云的内部培训。内部培训呢，主要是云端运维的整个系统课程。主要系统课程，专业课分为三个部分：初级课程，初级课程主要有初始云计算，主要有三课。这个课程每次都比较短。中级课程分为五门，分为云维的基础操作、云端数据存储缓存的内容分发、云端的监控与云安全、备案和记忆费支持、云端的结果实验。然后高级课程呢分为三门，三门主要是云端自动化运维的这个课程，云端 DevOps 实现与应用，以及大规模云端的运维、混合云的运维指导。这课程呢有免费的部分，有收费的部分。我会以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录屏录音，然后提供给大家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里面的课程，挑选里面感兴趣的课程去学习。